论一首，方四十四首，九法六首，论曰并有机有据，何以别之？答曰机者，阴气也，据者，阳气也，故阴沉而浮，阳浮而动，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脏之所生，聚者，六腑之所成，故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长处，其痛一作病，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矣。聚者阳气也，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长处，谓之聚也，故以是别之积聚也。经络受病，入于肠胃，五脏积聚，发浮凉、稀奔、肥气、脾气、奔豚，积聚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止乃成积。人之善病常中积者，何以后之？曰皮薄而不泽，肉不坚而闹泽，如此则肠胃伤恶，恶则邪气流止积聚，乃作肠胃之积，寒温不刺，邪气烧止，致其蓄积流止，大聚乃起病，有身体腰臂骨皆肿，环其而痛，是谓合病。曰病名浮凉，此风根也，不可动，动之为水逆塞之病。少腹盛，左右上下皆有根者，浮凉也，果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至死。此下则阴阴，陛下脓血，上则破胃晚生，王冰云当作出阁，邪胃晚内拥，此久病也，难疗，居其上为逆，肾勿动，即夺其气，溢于大肠，三台丸治五脏寒热积聚，炉杖长鸣而一，食不生肌肤，甚者呕逆，若伤寒寒虐以抑郁，令不复发，食后服五丸，饮多者吞食丸，常服令人大小便调和，肠肌肉方，大黄、熬、前胡各二两，消食停利杏仁各一升，农圃父子细心半夏各一两，茯苓半两，上十味，末汁，蜜合，捣五千杵，服如五子五丸，稍加至十丸，以之为度。五十乌头丸方治男子女人百病虚弱劳冷，素寒九痞，急症甲积聚，或呕逆不下时，病风湿诸病，无不治之者。钟乳、炼、紫石英、硫磺、赤石之凡石、枳石、甘草、白术、紫菀、山茱萸、防风、白薇、桔梗、天雄、皂荚、细辛、葱茸、人参、附子、藜芦各一两，六株干姜、吴茱萸、蜀椒、桂心、麦门冬各二两半，乌头三两，农圃远至茯苓各一两半，当归二两，枣上三十二味末汁，蜜合，捣五千杵，久服如五子食丸。日三，稍加之。乌头丸方治男子女人寒冷，腹内积聚，邪气往来，厥逆抢心，心痛闭闷，吐下不止。妇人产后羸瘦，乌头、十五枚、吴茱萸、蜀椒、干姜、桂心各二两半，前胡、细心、人参、川芎、白术各一两，六株皂荚、紫菀、白薇、芍药各十八株，甘地黄一两半，上十五味末汁，蜜丸，酒下如五子食丸。日三，稍加之，以之为度，治心腹疝甲，胁下及小腹满，肩痛有积，寒气入腹，使人腹中冷，发肾则上抢心气满，食饮喜呕方，
大黄茯苓各一两半，吴茱萸桂心黄芩细辛人参属焦干姜各一两六株，牡丹甘草川芎葱蓉虫各十八株，芍药防葵萌虫农圃半夏各一两，南发灰半两，上二十味，末之以蜜丸，服如五子五丸，日再见加之。衡山丸治胁下邪气积聚，往来寒热如温疟方。衡山属七白薇，桂心甲白术附子鳖甲虫背齿各一两半，非蒙，上十一味，末之蜜丸如五子，以米汁服五丸，日三。右方蒸属壤土运之，冷极易腹中切痛，炒盐半生令焦，纳汤中饮之，大土菜若手足痛者，稍轻步纳小口气中，熏痛处神明度命丸治久患腹内积聚，大小便不通，气上抢心，腹中胀满，逆害饮食，服之肾大黄芍药各二两，上二味，末之蜜丸，服如五子四丸，日三。不知可加至六七丸，以之为度，治万病积聚方七八月收集离子，不限多少，以水煮过熟，取子铺令干，捣筛蜜丸，久服如五子七丸，以之为度，其之间如宜服之。现胸汤方治胸中心下结积，食饮不消，大黄瓜蒌实黄连各二两，干碎一两，上四味举，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五合，分三服。太医神明献冰丸治诸疾，破积聚，心下之满，寒热鬼住，肠病咳逆唾衣，必除重恶，杀鬼逐邪气，鬼饥渴五中恶，胸中结气，咽中闭塞，有进有退，绕其侧侧，随上下按之挑手，心中晕晕，如有虫状，独著香染灭门方，雄黄有主一日，丹砂石当归大黄各二两，八豆一两，盐青五枚，桂心三两，珍珠附子各一两半，蜈蚣一枚，乌头八枚，犀角鬼臼射网藜芦各一两，麝香牛黄人参各半两，杏仁四十枚，蜥蜴一枚，斑毛七枚，雏鸡三七枚，地胆三七枚，上二十四味，末之蜜合，捣三万杵，丸如小豆鲜食，饮服二丸，日二。不知稍加之，以药二丸按门户上，令众恶不尽，伤寒服之无不及差，若治病家即是病患，夜行毒素，服二丸，众恶不敢进。此方与第十七卷师注篇方中西蜴丸治症兼水肿，飞虱遁虱百柱虱柱骨血相助，恶气鬼舞，蛊毒邪气往来，梦物存亡，留饮结积，虎野狼所孽，犬所杂，鸩毒入人五脏，服药以消杀其毒，食不消，妇人邪鬼舞，亦能遣之方。蜥蜴二枚，蜈蚣二枚，地胆五十枚，虫三十枚，杏仁三十枚，蜣螂十四枚，萌虫三十枚，瓢枭一两十八株，泽七桃奴犀角鬼都油桑齿鸡各十八株，芍药虎骨各一两半，甘草一两，八豆一两十八株，款冬花十八株，甘碎一两六株，干姜一两，上二十味，末之别至八豆，杏仁如膏，纳药末盐调，下蜜捣二万杵，丸如麻子，先食饮，服三丸，日一。不知加之，不敢吐下者，一丸，日一服。有人风冷住，
匹兼二十年者得差。此方语。第十七，大五明野狼毒丸至坚皮皮在人胸胁，或在心腹方。野狼毒甘地黄各四两，附子大黄葱蓉人参当归各一两，半夏二两，干姜蒲房脊玄附花各半两，八豆二十四枚，杏仁三十枚，上二十一味。墨汁蜜合，服如五子二丸，日二夜一，以之为度。小野狼毒丸治病与前同方。野狼毒三两，玄附花二两，附子半夏白附子如各二两，上六味。墨汁蜜合捣五千杵，饮服如五子三丸，加至十丸，日三。肘后方无半夏白附子如止三味。野狼毒丸至坚脾方：野狼毒五两，半夏杏仁各三两，桂心四两，附子属焦细心各二两，上七味。墨汁别捣杏仁蜜和饮服如大豆二丸。甘遂汤方至鲍煎九匹附有煎甘遂黄芩芒硝桂心细心各一两，大黄三两，上六味。举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至足暴症，腹中有物坚如石，痛如灼刺，昼夜啼呼，不治，百日必死方。牛膝二斤举，曝之令干，以酒一豆浸之，蜜塞气口，煎取半，服半升，一服便吐去素食，神效，至足暴症方。取伤鹿根捣碎蒸之，以心不及附上，以药铺着布上，以衣物附其上，冷敷一之，数日用之，但息勿息。又方蒜十片，取五月五日护上者，去皮桂一尺二寸，灶中黄土如鸡子大一枚，上三味合捣，以醇苦酒合，涂布上以掩病处，不过三日消。凡蒜一家，肘后方，不用。野葛膏治暴症方：野葛一尺，当归附子雄黄油煮一日，细心各一两，乌头二两，八豆一百枚，蜀椒半两，上八味。举以大醋浸一宿，猪膏二斤煎附子色黄，去籽纳雄黄粉，搅至凝，敷布上，以眼症上，复以油重布上，复安石虫止消食大丸至十二蒸甲，及妇人带下，绝产无子，并欲服寒食散而腹中有蒸甲食者，当先服大丸下之，消食六两，嫖消益得大黄八两，人参甘草各二两，上四味。墨汁以三年苦酒三升，置铜器中，以竹柱柱器中，一升作一克，凡三升作三克，以置火上，先纳大黄，长搅不息，使微沸尽一克，乃纳余药，又尽一克，有余一克，即微火使可完，如鸡子中黄。欲何药，当先斋戒一宿，勿令小儿、女人、奴婢等见之。欲下病者，用二丸，若不能服大丸者，可分作小丸，不可过四丸也。欲令大，不欲令细，能不分为善。若人累者，可少食，强者不须食。二十日五度服，其和调半日乃下。若妇人服之下者，或如鸡肝，或如米汁，正赤黑，或一升或三升，下后甚风冷，做一杯粥食之，然后做羹，自养如产妇法。六月则有子，尽生鱼、猪肉、新菜。若寒食散者，自如药法，不与此同日一服。土瓜丸治诸脏寒气积聚，凡满热饮食，中蛊毒，
或食生物，及水中骨卵生，入腹而成虫蛇。若为鱼鳖流饮素食，妇人产甲，带下百病，阴阳不通利，大小便不洁，厥伤堕落，寒热交结，唇口焦黑，身体消瘦，视卧少食，多眼，产乳包中淤积，骨里热，心腹中集结，痛饮阴中方，土瓜根、末、桔梗、末各半升，大黄、一斤蒸二升米下。蒲甘、杏仁、一升，上四味。末汁，蜜丸如五子，空腹饮服三丸。日三，不知加之，以之为度。至凡所食不消方取其余类稍作末。九服方寸比，便吐去素食及菜。有食桃不消作病者，以食无桃，就树间的槁桃稍服之。登时吐，病出，甚凉，至促食不消，欲成正积方，爱之如饴，取半生亦服之。便赐吐去素食，神凉，筋骨露咽方。白艾五尺为一束，亦以根一大把，二味煎。至食鱼肉等成正结在腹内，并诸毒瓦斯方，狗屎五升，烧末，免果汁，以酒一豆浸在素，滤取清，分十服，日三服，三日始尽，随所食正结即便出矣。至杂中食淤食不消，心腹坚痛者方，以水三升煮白盐一升，令消。分三服，刺吐去食也，并治暴症，治症间，心下有物大如杯，不得食，食则腹满，心腹绞痛方，停栗子大黄各二两，则七四两，上三味。末之，别言停栗，味高，下二味倒五百杵，入蜜，更倒千杵，服如五子五丸。不知加之，日三服，至少腹间大如盘，胸中胀，食不消。妇人受疾者方，暖水服发挥一方寸比，日再服，病酒类端，又方饮服上好取末方寸比，日三菜，又酒三焦鱼，随年状，至服凉气方白马尿同气中成取，淡淡服一升。治症甲方胡树白皮煎令可丸，服之，取之并冻若下减之，治患症结并及爪并四爪形，日月形，或在其左右，或在其上下，若憋在左右胁下，或当心如何子大，复有手脚，治之法先针其足，以交运之方，取一心盆子受一斗者。盆底钻一百二十孔，孔上着胶三合，上着一重纸，纸上着冷灰一升，灰上着热灰半升，上着钢炭火一斤，斤一十顷，盆底热彻，当病上，出安沾一重，即安火盆，火盆大热，以见更加一重，若火更热不可忍，加至三重，暂歇。食一口冷冻饮料，还上火，消二分许即停，经三日捂着，即至七日觉得顿差，然后食美食自补，若小不差，作露宿丸服之，方在第十六卷中。又括号，至腹中积症方停栗子一升熬，九五升近七日，服三合，日三。至舌正方白马尾切长五分，以九服方寸比，大者自出，更服二分者一方寸比，中者一出，更服三分者一方寸比，小者复出，不可顿作一服。杀人，马尾，一本作马毛，
待黄汤方治蛇正大黄茯苓各半两一本作黄芩乌贼骨二枚皂荚六枚如猪牙者甘草如指大者一尺芒硝如鸡子一枚上六味举以水六升煮三沸去子纳硝试寒温浸服之十日一剂作如上法欲服之素无食平淡服当下病根也治憋症腹坚硬肿起大如盘睡卧不得方取蓝一斤捣水三升搅取之服一升日二又方硕根白皮一握研取之以水和炖服之又方白马尿一升鸡子三枚取白核煎取二核空腹炖服之不宜食当土病出至食中得病胃憋症在心下煎强方鸡屎一升炒令黄取五核以酒一升浸更取半捣为末以所浸酒服方寸比日二三日中做一剂治蛟龙病开皇六年三月八日有人食芩得之其人病发似癫痫面色青黄因食寒食行过多便吐出蛟龙有头及尾从兹有人患此疾令服寒食行三斗大宴山野人有聂湿在腹生长为湿症病治之方固败篦子一枚固败书一枚上二物各破为两份各取一份稍为末又取一份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以服前稍末炖服须丝出矣至米正常欲食米若不得米则胸中清水出方七使一升白米五合上二味合炒令米焦捣末以水二升炖服取尽须臾吐出并如盐米若无米当出痰永增米不复食炙肉正丝肉不已食气复丝者方空腹饮白马尿三升吐肉出肉不出必死炙发症由人因食而入久及胸间如有虫上下去来为欲饮油一日之中乃至三二升不欲饮食者方油一升以香泽煎之大劳助之安病患头边令口鼻淋油上勿令的饮敷鼻面另有香气当叫唤取饮不得与之必当皮极大睡其发症当从口出饮油人专守视之并至断食一果见症出以灰粉手捉症抽出须臾抽尽即是发也出从腹中出形如不流水中浓菜随发长短形亦如之又方酒三升煮猪之二升三沸一服一升日二白马尿服之一家五马白牛易得蒸甲酒内怀后碗碗中随年状又酒气海百状酒冷即妇人正甲长鸣泄力绕其脚痛九天书百状三报之万物真穴在胁其两边各二寸积聚肩满九皮木百状穴在章门际肋端心下间积聚冷胀九上丸百状三报之穴在巨缺下一寸许积聚肩大如盘冷胀九胃脘二百状三报之穴在巨缺下二寸